哎，墨迹什么呢？喝酒不提及，思想有问题。赶紧的，正常点了。赶紧的，快点快！今晚上喝点什么呀？等点白了。啥呀？都行。哎，白的，啤的，看着。行，那得多喝点。太累，一天也挺累。 还没放弃是吧？你把吴恙怎么了？现在所有人都找不着他。吴恙早就走了。你别跟我装了，你说吧，你是不是又跟典当行的人做了什么交易？啊？典当行说的话，我早就不相信了。我怎么可能还跟他们在做交易呢？ 陆小凡，其实吴恙的安全和你是最有关系的。
你是典当行认定的下一任的掌柜。如果你不面对解决这个问题，吴阳的命就永远像是悬在钢丝上。 小白能帮老板的，真的。我知道你已经帮了我不少了，你在外面做些什么，我大概都清楚。像人一样，喜怒哀乐，有意思吗？ 我也想，可是我体会不到。每当记忆闪现的时候，那种甜和苦，我才明白，刹那刹那的，我想抓，怎么也抓不住。 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有妈妈，我连这个也不记得了。我的记忆和爱，就像冬天的树叶一样，从进入典当行的那一刻。 就都掉光了，小白。如果我的记忆最终还是拿不回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其他人的都还给他？ 这是我最后的心愿。不行，不要管别人了，老板的记忆一定要拿回来，小白会想办法的。你帮不了我，这里有大把的时间，我已经揣摩得很清楚了。我的铃铛，关乎着典当行的生灭。 无法投影在眼前，而没有爱人在身边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自己找回完整的回忆，而他可以。 如果我真的不在了，你一定要帮我的。你一定要帮我的。如果我真的不在了，你一定要帮我的。你一定要帮我的。不要紧张，紧紧紧紧。你好，你好，醒醒，醒醒。立即抢救，肾上腺四毫升警推，肾上腺四毫升，好的。88四毫升警推，好，醒醒。88四毫升警推，醒醒。
面对解决这个问题，吴阳的命就永远像是悬在钢丝上。这里是愿望达成的地方，也是让人幸福的秘密空间。可是世间的规则无法满足人的愿望，才催生了如此美妙的地方。老板，您从出生就在典当行，从未去过外面的世界。自打我有记忆开始啊，一直就生活在这个典当行里。我一度以为这千万铃铛当中，其中也有属于我的一个。那难道比起出去，比起尝到各种各样的好吃的，老板都更想要找回记忆吗？我想要知道我是谁，我曾经是谁，我看到的那些模糊的人又是谁。要是我能出去的话，我想去看看大海。海边的日升日落，大不一样了。黄典文，你是被两生花选中的人。若你饮下这杯酒，你与典当行的契约便正式生效。你将忘却于世间的一切情感，成为典当行的继任掌柜。也唯有掌柜的才可以换命。我是不是永远都出不去？
越来越过分了，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他们，他们明明就不再受制于典当行的规则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停手呢？典当行给我们的能力是帮人们实现愿望，帮他们的记忆合理，你这样一再的越界，你不遵守规则，你玩赖。你遵守规则，你遵守规则会让黄鼎文想起来，你遵守规则会去戳破范逸华典当的事给吴恙，你遵守规则会把记忆恢复的漏洞告诉陆小凡，要不是你一直帮着黄鼎文在背后搞些小动作，他们早就会回荡，早就会交接，还至于我出手？凭什么你们可以无视规则，非要我遵守？我们帮他们拿回爱和记忆，这个对人是很重要的。你被黄鼎文洗脑了吧？典当行以情当愿，价格公道，哪里不合理？就是因为这些贪婪自私的人，什么都想要，得到了这个又想要那个，做一件事儿后悔，又不想付出代价，这么贪婪自私又丑陋，你为什么帮他们？我能看到他们的好。这些爱和记忆难道是我们抢来的吗？嗯，是他们自己觉得不重要，自己看不上，自己不要了，活该他们拿不回来。黄典文是人，和他们一样，一样的恬不知耻。你呢？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？我说不过你，也听不懂你这些大道理。我就知道如果拿不回记忆，老板就会很难过。他一直想知道自己是谁，现在还不是交接的时候。你们来得正好，新的掌柜已经准备好了。老板，老板是民国时期的教书先生。小白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要瞎说，耽误新掌柜上任。黄老板，新的掌柜已经准备好了。老板是民国时期的教书先生，同妻子定居离县，却被迫从军。过得并不富裕，但两人志趣相投，书香、墨香、饭菜香，一直充盈着这间温馨的陋室。唯愿能过着这样平静如水的日子，一直相守到老。可是天不随人愿，赶上了军阀混战，县里所有男人都被抓了壮丁，被迫从军。老板
也没能幸免。下面，下面干什么？哎，文琪，文琪，文琪，快坐，啊！从小只有笔墨纸砚陪伴，手无缚鸡之力的老板连枪都扛不动，哪能有参军打仗的能力？可是杀红眼的军阀哪管这些？小安，妻子如何阻拦，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板被带走。曼青，
成为这家典当行的老板。会被湮灭吗？只要老板能全想起来，会被湮灭又能怎么样？这典当行毁灭了又能怎么样？这种地方就不应该存在，爱和记忆也不应该被典当。人就是不明白，就是会后悔，我们就不应该利用他们的弱点。所以如果掌柜的想起了一切，恢复了自己的记忆，典当行就会毁灭。说没错吧，陆小凡，你还想不想求无恙？要是典当行毁灭了，这世界上再没有其他的力量能够让他健康平安了。陆小凡，你和无恙想起一切后根本不会回答。无恙之所以会受伤，都是男子捣的鬼。说的是真的吗？我问你啊，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真的也好，假的也好，唯有你当上了掌柜，无恙才能活命。全力抢救了，不过情况不乐观，你要有个准备。这样走，我不想让你消失。小白，我要谢谢你一直想帮我，但是我今天知道了我的妻子在这百年间已经往生，所以即便我留在这个典当行千载万载，我也不可能再见他一面。
更不可能找回以往的记忆。既然失去的过去无法追回，又何必要连累他人，同时所爱？比人做不到的事情，或许有些人可以做到。你可曾还记得我的心愿吗？
样，你醒了？啊，样，妈，样，你醒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我记得我好像是在公交车上吧。什么公交车？你是睡了很久很久吗？你可不是睡了好久，你是睡了整整两天呢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你能醒过来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太好了。陆小凡。哎，陆小凡，等一下，去哪里？快快，陆小凡。是啊，啊，你刚刚醒，你要干什么？太虚弱了，不能乱跑啊。啊！快把他扶上来！快快快！扶住！把他扶起来！轻点，轻点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刚醒！你刚醒！陆小凡！陆小凡！其实我们感情可好了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追星，一起。客人，您还点不点着？可是，您看啊，如果您要是变好看了，就能交到更多的朋友，那少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笔买卖怎么算都很划算吧。您呢，要是不典当的话，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。掌柜的，不想看看铃铛里的记忆吗？没兴趣。推开我，能放开吗？能忘了吗？别再听没有遗憾那种自欺欺人的话。命运设定，所有的分岔都会因为爱在重逢抵达。哦，不要再挣扎，放任梦崩塌。
是想要的惩罚，非是纸上开出来的花，真心从来不是个笑话，别丢下。能放开吗？能忘了吗？别再听没有遗憾那种自欺欺人的话，命运设定所有的分岔都会因为爱在重复想他。